喝羊骨汤就是要配肉丸啊，你看这肉丸多有弹性。今天要来嘉义竹崎吃最好吃的羊骨汤配肉丸，肉丸配羊骨汤才是绝配。我跟外地的朋友介绍，他们都不相信。滑嫩软烂的羊肉在口中散发出香气，再用吸管处理浓郁的羊骨髓，一丁点也不浪费。再用吸过骨髓的吸管去喝羊肉汤，别有一番风味。甜甜的浓酱配上 Q 弹的肉丸，好吃以外也要顾到美观。老板说要加点绿色，拍起来比较好看。咸甜浓郁的羊骨汤配上滑嫩的羊肉，让吃过的人都食髓知味。重点是羊骨汤加肉丸这对黄金搭档只要100块。如果你喜欢尝鲜但又不想踩雷，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跟着佳佳带你吃遍天下。